会吗？不可能的，我已经死讲了。好嘞，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佳作的名单，是一年一班跟一年一班陈艺豪，还有刘可汗，还有江户雪。好，这三位小朋友请上来。哎，一年一班跟一年五班的三位小朋友，他是佳作，他们今天没有做现场的比赛，但是他们是影音比赛里面佳作的小朋友。第一组，好，第二组是二年甲班詹永祥。第三组是四甲的陈若莹，好，叫到名字就出来。四物的陈亮宇，各位，好，加班跟六物的张启兰，你们今天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演，好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是佳作，哦，表现的也很棒啊，好，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有限，他们就没办法上台说故事，但是我们评判老师觉得他们表现也非常的优秀，所以帮他们入选成佳作奖，好，来了。那个佳作奖，因为他们今天没有露脸哈，所以就校长亲自颁奖给他们好了。来，来，看那个，好，这个是奖金啊。红包拿十指的那个，一好，红包拿这样子，拿这样子，红包对，拿十指的。好，看前面的镜头，喜君老师，笑笑，好，一起比个赞，一二三，赞，给老观众赞。好，谢谢这些得到佳作奖的小朋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选奖，一共有九组。好，优选奖哦，校长先要邀请一个颁奖人过来。来邀请我们刚得到特殊优良教师，也是我们教学组长，来威仁过来。好，邀请威仁老师来担任我们的颁奖者。他今年非常的厉害，得到特殊优良教师，来，小朋友给他一个掌声。揭开神秘的大叔吗？好，优选奖有九组，一个三比四宜，张强涵、张家俊，聪明的傻子。好，请这两位小朋友上台，来，掌声，掌声。再来，四路杨成红，迪摩海上遇难记，四宜。张晨轩、庄家队《西游记》的启示，二丁谢欣慧《广化虫》，再来二姨张东植《灰猫和白鼠》，一丁郑成燕，四丁郑家璇《跳出书里的大野狼》，一丙林燕平学注音符号，二丁黄允佩。毛毛虫小子大战蜘蛛女，最后六姨曹佑忠、郑立章、董佩轩虎双打虎。来，阿辉的，好，请九组小朋友上台。好，他们是获得优选奖。来，请走上舞台。接下来紧张了。当完这些组别，就是再就是什么奖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，就是金银铜了啊，就是
我们请温日老师来为我们颁奖。好，把你的奖金摆在前面，两只手拿着。对，曹佑仲就是在说你。好，看一下前面的子君老师。好，谢谢，恭喜以上得奖的小朋友。